師傅你好，你好你好，咁我哋都知道啦，關燈師傅係扮演黃飛鴻嘅角色咧，就好深入民心噶，街頭巷尾係人都知道，扮得好好噶啦。咁你自己對黃飛鴻呢個人嘅認識啊，或者係睇法係點樣？哦，黃師傅咧，我所聽聞佢個太太講啊，就講咗好多嚟，但我未拍黃飛鴻以前咧，我哋未見過。後尾拍黃飛鴻，我哋見到黃飛鴻嘅太太就黃桂蘭啊。 咁我就有求教佢，佢家見咗我變，啊，佢關先生，你幾俏？我先生黃飛鴻個樣子仲有咁高大，咁唔知係佢讚賞我咧，佢又有咁大隻喎，咁喎，但係佢注重儀表，佢出街咧個手嚟縮埋喺後邊嘅，兜起件長衫嘅。同時佢咧不但佢幾顧儀表啊，就算佢啲徒弟個個出街咧一定要衣冠肅正。 要斯斯文文咁，咁所以黃飛鴻師傅佢有佢一套嘅。啊，關師傅啊，嗱，你拍咗差唔多接近100套嘅黃飛鴻式嘅電影同埋電視啊，咁你自己誒有咩感覺咧？我越拍越有興趣喎，真唔知點解喎。我拍完戲之後咧，我上的士喺黃師傅裏邊上，嗱佢飲茶，黃師傅你知道飲咩茶？去到樹就係差不多係咁，咁變咗間咧，我嘅關燈就譬如黃飛鴻師傅啦，第一。